大条大条的。哎呦！想法勾一个宝利的，这个宝利的哦，宝丽龙给我吃掉，真是。这盲目的赢。丢哈！这个好厉害！那个不用保利龙就钓得到了、啊。等下啦，那是咬宝丽龙的，臭，咬。
宝丽龙球。哦，咬了，对，打第一只嘛。宝丽龙球，哎呦！啊，别乱丢垃圾，把鱼都吃到肚子里面去。痛了哦！哎呀，来吃宝丽龙球。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真的吃宝丽龙球没有错觉。OK， 测试完毕。大家胡说到爆了啊！这边是一个新手练习场，也是路亚练习场，甚至是非营钓陆行练习场，也亲子可以带来这边钓鱼的这个钓场啊，因为鱼很多了，很多，非常多。那我来钓的话呢，记得垃圾带走啊，不要把垃圾留在这边，因为鱼也会吃垃圾，好吧 ？OK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